漂亮。有上来拦截了，上来拦截我，赶快进行空投任务之后离开。开窗，开窗，离开。这个飞机都是正好，是啊，怎么刻意去动，有那么像飞机？共鸣的声音，它是要更低沉的。我小时候，比较适合飞这种慢吞吞的飞机，悠闲，飞的时间又久，辨识度又好，飞机又大。哦，应该可以飞比较久哦，这种飞机啊，它可以飞5分钟，对，4-5分钟跑不掉。准备降落，对准跑道，来自台北的 C1191降落屏东机场。漂亮，回到屏东老家了。是啊，降落屏北机场。